好，这个是 GH 滑步车，它是台湾制造生产的滑步车，它有几个特点，一个它车架做得非常的厚实，然后它的坐垫杆的部分有做卡锁，在做上下的时候，它可以，它这边是快拆的旋钮，快拆旋钮你调到高度就卡进去，这边的，另外这边有做这个高度的刻度卡损，所以当你快拆锁进去的时候，其实很，它就可以固定的非常牢靠，不会往下滑。然后它有软质的大坐垫，它这个有通排气孔，比较不闷热，还有一个厚挡泥板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它采用的是台湾制的外胎跟内胎，这个胎纹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胎纹非常特别。这是为了在比较恶劣的场地有比较好的抓地力，它使用的是高级的钢制的培林，所以你看可以看到它在转动的时候，我们轻轻拨的时候，它可以非常的滑顺。另外 GH Bike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它的前叉的部分除了做得特别厚实以外，它有所谓的 Rank， 就是前倾，这是脚踏车机车都会设计的，它的目的是为了在车子在高速前进的时候不会摆头，会比较稳定，然后就避免因为车子小孩子骑得太快的时候会因为车子不稳而跌倒。然后我们还来示范 GH Bike， 它非常的坚固，我是有85公斤，85公斤的重量在上面踩一样是非常完全不受影响，它车子完全没有变形，而且它的塑料或者是其他的配件通通符合欧盟的要求跟规定。